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为了让新住民姐妹学习一技之长，由信彻莲池功德会承办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开办牛角松筋的课程。由于现代人工作压力大，需要疏解压力，因此经络松筋在市场上相当流行。有部分学员原本就是从事美容业，也纷纷前来上课进修。这是叫什么？那督脉嘛，哈，先督脉开始。老师拿着牛角的按摩器，在学员脸上示范拨筋的动作，学员们都很仔细的听讲，因为他们都是新住民姐妹，来到台湾，希望能够习得一技之长，帮助家庭。想到专业跟脉浮一起比较好，脉浮就是没有店面，就是网络卖而已。那专业就是我要学这个自己做的穴道给大家，而且我们 fail 了，那个专业以后如果能会了，就开个店。我有开店做美容的。因为说那个就可以打那个把那个穴道啊什么都给他按得清楚，因为我想说深层一点，所以来这边上课。有些学员原本就在做美容护肤的工作，知道现在脸部进行穴道按摩和松筋等动作，可以藉由改善身体器官的功能，让脸部气色更加红润亮眼，纷纷来进修，让技术更上一层楼。已经胃不舒服的就常按这一块。本来不知道那个穴道，有时候头痛，客人跟你讲这样的话，他们又不是经络的，所以就很多，每个一个传一个说，去学经络的话可以很多很多的帮助，再来就客人就很多，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就我们这班就是三个就美容班，因为我做脸部保养是保养而已，这个可以帮助那个我们去哪一个穴道哪一个穴道，嘿，穴道是我们按哪一个穴道这样子，那个牛角进来比较。开的比较好。经过几堂课程的学习之后，学员们学会眼睛保健、头部放松和脸部提拉等技巧，最后通过测验就可以拿到结业证书，对未来创业更有信心。让新移民姐妹可以让她在家里也可以创业，也可以工作，又可以带小孩，然后有一个因缘机会之下，我们认识那个。就是牛角经络松筋这个区块的那个技术，然后就培力新移民姐妹。我就想说进修一下，把自己的话就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学的比较多一点，看看每个老师的手法是怎样，这样子。对啊对啊。他未来有希望自己在创业。对对，未来是自己有打算自己要创业这样子。新住民大多只身来到台湾，信彻莲池功德会承接社会局的培力发展计划，让漂洋过海而来的新住民能有一技在身，面对未来生活更有信心。社区好新闻，林佳敏、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儿童及少年收出养资源服务中心公布2016年高雄市不友善收出养家庭用语，发现有高达60%多的家庭曾经听到令他们感到不舒服的言语，而这些刻板印象及用语经常不经意地伤害到收出养家庭，也间接影响到收养的意愿。收养就是有爱心的人士，他发挥他的爱心，然后照顾领养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宣导短片清楚介绍收养家庭的特色，但现实生活当中，多数收养家庭都曾被外界误解。根据儿福联盟公布的数据，有多达66%的收养家庭曾经听过像是帮别人养小孩，或这小孩真可怜等令他们感受到不舒服的言语。社会大众呢，其实对于收养家庭其实有一些不友善的这个用语，我们也一直努力呢在跟社会大众做一个宣导，那个宣导就是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对收养家庭能够更友善一点。那所以呢，可能透过电影，可能透过园游会各种，或者是灯箱广告等等不同的方式呢，能够来跟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倡导。言语适当对收养家庭及被收养的孩子来说都是一个伤害。高雄市儿童及少年收出养资源服务中心目前正推动友善收养家庭行动，而社会局也希望社会大众用更开放的态度来接纳支持收养家庭。高雄市儿童及少年收出养的资源服务中心，那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儿盟在长期的全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中心，其实在家长的一个
合适挑选合适的家属家长，然后把孩子的适当的一些背景的一些了解，还有出养家庭的一些观念，让他知道说有些家庭他的孩子要出养，其实本身都是因为有些特殊的状况。另外，儿童及少年收出养资源服务中心也提出了二不三要，分别是不好奇、不评价，要尊重、要接纳及要相挺，同时也邀请到收养家庭现身说法。他就会发现他奇怪，有一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尽早让他知道的话，就是能避免说日后无意间让他发现的时候，那种对彼此的伤害会非常的严重。近两年，高雄市共有82件收出养媒合成功案件，目前还有29名孩子等待收养。社会局呼吁身心健康、经济稳定的夫妻可以加入收养家庭的行列，一块来奉献爱心。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位在行政区的松柏社区关怀站是专门服务原住民长辈的关怀据点，在这里不但可以用母语亲切的问候，也能够感受到家乡的音乐以及舞蹈，成为原住民长辈的快乐学员。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说原住民热情一点也不夸张，记者前来采访一开始就获得热烈的掌声。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那个基点港都电视台，好不好？位在前镇区新邦里的南区原住民日间关怀站，开学典礼热闹无比，长辈们量完血压之后排好队形就开始健康操暖身一下。原住民长辈与生俱来的节奏感，动起来就充满热情活力。仔细看看每位长辈，即使上了年纪，身材还是保养得很好。像这位80多岁的阿嬷张暖英，3年前从台北到高雄定居，原本对环境很陌生，自从加入关怀站，每天唱唱跳跳，日子过得很开心。走在高雄开心，对对哦，哎，我们走在台北没有这样的那个环境协会，然后来高雄有参加这种的，很高兴。就连舞蹈老师也充满了特色，70多岁的田荣和，举手投足间充满了热情跟活力，而他的来头可不小。曾经是凤飞飞的专属舞蹈团员，还在高雄地区多所学校教授原住民的传统舞蹈跟母语推广，有他在场，场面保证热乎乎。哎，再次，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机会给我们的乡亲朋友们多做一些运动，因为说真的，我们缺乏运动。我觉得运动是带给身体是很好的一种运动，是的。对，所以也不只是老年人要动，年轻人也要动起来。要起来，在您身上看到很多年轻人没有的那种青春跟活力。对，几乎我都在像高雄市这边的一个大专社团，都是我做他们的一些社团的活动，还有学校有什么运动的活动，也是我都负责带动他们。对，目前松柏社区照顾关怀站共有30-40位原住民长辈，而大多数都是阿美族。在这里大家一块运动跳舞学习手工艺，真的很开心。对长辈来说，退休之后能够在都市找到过去部落的回忆，再幸福也不过。也难怪在这里每个人总是笑脸常开，幸福洋溢。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土壤受到污染，接着就会污染地下水，影响动植物及人类。一场土水环境展中，参展单位以闯关游戏的方式，让民众模拟如何发现受污染的土地，如何找出污染源，以及如何对症下药，整治受污染的土地，进而了解污染的可怕和严重性。
那什么是绿巨人？就是我们过去的污染当中有一个叫做含氯的污染，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让你来拼，要透过拼图的方式来拼出这个上面的这个绿巨人。一块一块的拼图拼出高污染的工厂，发现工厂地下的土壤变得油腻腻，还遭到绿巨人入侵，再按照拼图上的一组号码打开神秘铁盒完成闯关，接着再到第二关用采水和采土的方式找出污染在哪里。这些污染物的话更容易了解，因为它用了什么绿巨人，对对对，这些名称，所以更容易去了解这些污染物到底是什么。最后一关用钓鱼的方式为污染的土地开药方，对症下药整治受污染的土地。不过要完成土地整治，要耗费好几倍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够复原。我抽到六号。六号是什么？六号是多香抽除。啊，这个是要怎么处理这个污染？就是真空吸。哦，要花多久时间？要花三个钱和三个时间。在这边看到有一个鱼池，我们用钓鱼的方式把所有处理的那个污染的处方签把它找出来，然后让小朋友能够了解说处理这个污染要花多少时间，然后多少金钱。土地受到污染，除了会裂管不得使用之外，污染物还会污染地下水，影响动植物和人类。即使有先进的技术可以整治，也很耗费时间和金钱。来闯关的民众都很有感受。这些污染的话，影响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才能去整治，然后要耗费了多少钱，其实都是很严重的。所以环境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维护它。为了要给下一代好的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补救的方法。地球只有一个，要好好保护。土水环境展融入环境教育的元素，让大小朋友透过闯关游戏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少一点浪费和污染，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更好。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好心情。拥抱港都，热情加温，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赞！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拥抱港都，热情加温，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庆联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东来看，社区好新闻，赞！关心地方，也爱港都，社区的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连续获得国际举重奖牌的许淑静，在教练陪同之下回到昔日就读的母校正修科技大学。许淑静对于母校多年来的栽培感恩在心头，学校方面对于校友能够有这样杰出的表现表示与有荣焉，也期待能够再接再厉，争取更多的胜利。奥运举重双金国手许淑静，昨天上午在教练蔡文义陪同下，风光回到母校正修科大，不仅受到师生英雄式夹道欢迎，校长龚瑞章更是亲自迎接，场面热闹。2012伦敦奥运，许淑静因为哈萨克选手禁药检测没过，取消资格，因而递补获得金牌。四年后的里约奥运，她凭着努力及实力获得举重金牌，个人荣耀实至名归。因为赛前受伤，所以在自己的话，目标就是先能上去举，就是一个很顺利的事情了。因为那时候就是严重拉伤，是连举35公斤都没办法举，对啊，然后能顺利上场是，就是非常的庆幸这样子。教练蔡文义表示，许淑静能有如此佳绩，除了本身严格自我要求之外，教练对于选手的训练方式也采取人性化管理。
而对于明年赛事，教练跟选手间也规划了短中长期计划，以夺取更好佳绩。我们明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在我们的台北办的国际大学赛，这是他近期准备要参赛的一场比赛。那中程的话，我们就把它定在亚运会。那远程的话，就是三年后的东京奥运，这是他的远程计划。那有关于魔鬼训练，我还是认为，以我们的民情，以我们的民主习惯，我们还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我们许同学能够，不管是在学业跟他在体育方面的一个杰出的表现呢，都是我们学弟妹他们学习的一个典范。感念母校的栽培，即使训练行程密集，但依旧抽空返校，在校长龚瑞章陪同下前往举重室，回忆昔日练习场景，并且给予学弟妹专业指导。学校期望许淑静能在明年举重赛事中继续技压群雄，争取佳绩，再为台湾夺取更多荣耀。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平常买个便当都要六七十元，不过位在楠梓区的金属研发中心员工餐厅，两道主菜外加五道副菜，七菜一汤只要五十元的铜板价。这么便宜的团膳价格，让员工荷包省下不少，甚至还吸引附近的上班族抢着要吃这个物超所值的午餐。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中午12点一到，金属中心的员工餐厅，一群人早已大排长龙等着用餐。仔细看看，菜色虽然不算多，但价格却很让人心动。两道主菜外加五道副菜，吃到饱只要铜板价50元。其实是可以点五道蔬菜，可是因为有点摆不下，也吃不完，所以没有点那么多。然后再选一个炸的跟一个卤的猪排，我们这样子只要50块。然后如果有买中心的餐券的话，还有买十送一。瞧这位女士，便当盒装得满满的，外面自助餐起码100元起跳，如今不到一半的价格，成为在这里工作同仁的小确幸。中线员工都还蛮常来这边吃饭，然后重点是餐点也不油，然后对现在来说，大家都不喜欢太过负担的食物是非常好，这样菜色很好啊，很丰富啊，很划算啊，对，因为在外面一个便当可能就70-80块了，对啊，所以在这边还蛮便宜的。就是50块，这一般来说在外面可能大概可能要100多吧，因为你两个主菜跟五个副菜，啊又很好吃啊，对吧？所以就每天就是中午来这边吃饭。就连食量比较大的男生，这里的饭菜绝对都能满足，但为何会如此便宜？原来团膳厂商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用心经营餐厅，宁可少赚也要让客人吃得好吃得饱。就是看到人潮哦，那个辛苦了一天，这样的中午坐下来这边哦，用个餐休息，用个餐看个电视这样子，享受一下美食，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不光是吃饱吃好而已，团膳厂商也加强员工训练，提高餐厅的品质。是，光临，请慢走。50元铜板价实在是太亲民了。旁边的一些台电啊、中友的员工啊，还有一些北宜新的那个瓦斯，一些员工也慕名而来，这样子。50元铜板价的午餐，让金属中心员工荷包省下不少，甚至还吸引附近企业员工到这里用餐。虽然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不过比起外面自助餐依旧划算，也难怪餐厅总是高朋满座，生意兴隆。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凉爽的秋冬季节，你想吃一点高档的美食来犒赏自己吗？高雄一家饭店为了让民众不用远赴千里就能够品尝到纯正的加拿大美食，举办丰收嘉年华加拿大主题月活动。除了多样美食料理之外，还有一连串的爵士钢琴表演，更有机会把温哥华来回机票带回家。正逢秋高气爽的季节，不免让人想到满是枫红的加拿大。鲜美的鲑鱼、顶级的牛排，还有最具代表性的枫糖浆。为了让民众不用远赴千里也能享受到家国美食，饭店正举办丰收嘉年华加拿大主题月活动。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整个山上来讲，除了Canadian Chef 带来的所谓的
加拿大美食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借由马丁的音乐响宴，在整个的购物跟游乐环境里面呢，提供一个加拿大的氛围给所有的消费者。已经是第三度与加拿大相关驻台单位合作举办的加拿大主题月，从即日起到12月11日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饕客不但能享受丰富多样的加拿大美食，还可以同时聆听加拿大爵士钢琴家 Martin Mayer 的精彩现场演出。加拿大的农产品呢，因为加拿大的牛呢都是吃天然的谷物，比如说大麦啊、玉米啊，还有那个小麦，所以他们不是吃饲料，那它也在非常开放的地方，不管是平原或者是山区的地方长大。所以加拿大的牛肉呢，是以它的柔软，还有是以它的那个柔顺非常有名。粉嫩的特级鸭胸煎至两面金黄，再搭配来自加拿大蓝莓果干熬煮的浓稠酱汁，酸甜口感不油不腻。这是为了让饕客也能学习国际大厨手艺与道地加拿大料理，饭店贴心举办两场厨艺教室。另外，为同时庆祝加拿大航空复航台北温哥华航线主题月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就有机会把温哥华来回机票带回家。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12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11月12，适合上梁、安门、安床、起乩，不适合嫁娶、动土、破土、祈福。冲侯煞北方，37岁和97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主播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为了本土家室安心的水果，也对压开土地的友善，总有机还是我一天的坚持。虽然失败几多摆，我一天会用客家硬强的精神坚持行一条路。
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这个牛线表现出来，唔干那是力量，也有真水的表达，予咱尊师重道，搭礼仪理念体。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二号，开！今天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我是高雄的囡仔，在外口做工课的时阵，上怀念的是土地的香味。回来这种菜三年啊，我希望每一个吃到我种的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我的用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